做步走前才会天能做一下来冰鞋妹妹其他冰岛社小岛外凭自己凹哪改改马上开始见大家天天喝洗哇平地生活之行各位孟子豪这个是天天好生活就我们为了上进是这位天能做不了分享每笔讲傲好了从天时到了文文复苏啊等大家呢去打车的时候会行的其实主动身边有什么意见呢也好接能改蒙称啊一呢就是压菜了现在有地作压菜多谢开嘴好像大家随手拎来这个红布能改蒙称呢马上留个在现在到那抢到地传了何在后生能咸的出名但是对老板能来打却会是食食的菜今天刘师兄就带我叫我来这搞我除了这错菜是的老子我落托你通过一次正式操不会是我能平时吃下菜刘师兄你没带叫我来除下菜又怎么叫我来这正操的地方呢我这个就是你这样就是要扭头这个这样没操吗唔咪，只能依种遐老辈人不好食的时候，就要整天点个茶、点个折腾。但是依种白米油啦好食，就叫做呾食了又多又咸，了遐食起来食不厌嘛，食了凉快消得。牛草行面零开，春天是开花，热天是结果。只系小孩牛草正生长出白色嘅花茎，小卡可爱。好彩啲嘢弄起来食，有清热解得，活活小精嘅食。而且嘅这种开始呢会。开会的角冠等到个直内个后内粒子啊直粒叫一牛白了碎碎粒了又等到伊成色关键成色嘅时候两咩色素叫你梅欧嘅啥了来吃生姜生姜做脑筋时候到下几个做长华筋啊地个这个就抹掉两汤油了也整个夹去吃这时候牛草的果子可能有错南华北加过但是牛草做菜可能就是听龙北听过折腾呢，让这些第二个新这个血，这个新也要血有钱也有龙，要来出得官得血得能，或者能炒这些出几岁腾青青出起来搞来这刚刚来这事啊哈。但是牛草三片含量比为何者能不适合吃用？老师兄啊，因为你今下有行山啊菜啊，一得了牛草之外，无其他吃起来。不是行的菜呢有那这些头的狗有直接到那些几百天开又有直接人生菜我也信这就不比较不行的也好茶好做汤这里你叫我来点好好的从这四个镇灰灰草草生来吃梦醒泼一泼接来到这片有点你起的解生命名头在老先生，这咪噶？这是紫白天开啊！紫白天开，哈，也是野菜的正，也是野菜的正。这来茶袂毛食，茶了会脆来食袂毛食，个口感袂毛食。嗯，你能打平时来食习惯也硬菜坑啦哦，你来换口味食这个啊，家己个口感也可以。紫白天开个弄起个弄起，不含解铁钉，人人皆得家规，有清洁改得。融汇之海，山河小镇，山精之怪功效。现在市面前也开始传了紫白天开的新芽，销量看本望。现在学着烧哦，现在好多同你学在能咯，背只街去市店背菜时候，同你学在能咯背只街。紫白天开平挑方法会是更多，只要人要查清就好。有几只做，即系先第一个血了个个先有钱啊，有那个先有钱，好查这个局有钱也好查。你用那个生姜，然后包下腰料，然后茶就好，来吃试下骨口、骨爽口，会脆。我睇你只紫白天开好趣味啦，后半夜就是紫色嘅，下面是绿色嘅。绿色嘅，市面会只生所叫咩叫紫白天开？可能也是简单啦。你嘅茶出来嘅时候是咩声？茶起来嘅时候。半菜界半都够个硬个，叫硬硬贵个。但是食咗人要保命，家只推啲人就嚟硬硬惊咗，食住来只好只。到春天先也教过，唔怕除掉了藕叶仙。藕叶仙别名叫做加果冧，补汤或者是滴治重低来只用，有滋补强心、消得疲劳、降脂降入等功效。只来做汤或者来炖汤各方面来落啊落去，最汤最贵清香。成冻汤个，即个每下排骨冻了个，每个贵一个冻到差不多好个时候，每个只钓个血个鲜个食落去，伊
青托了，个鼻骨也好，骨香，骨清香。高起菜是高起潮初出矮龙庆歇，对症食菜可能等下能龙背灭生，连话花钱有啲俗。刘先生，这名叫高起菜。高起菜是没错，高起菜这相当是，那这相煎这来。只要来吃相当好，好茶也好做汤。哦，你这有咩功效啊？清肝明目，只头肝火事啊！哈，遐个枸杞菜啊，吃得哩好。但是我甲你试过在，落地的时候你过做水，连过家可以吃的。每拿这种枸杞菜啊，吼有钱。那伊这枸杞菜这相当是有钱啊。嗯。那地的时候啊，吼看伊啊这人家树，这树干这新头，那就先落落去。哦，六落即六落下，六九下即六改改。你等下有啊六七月的时候，有啊迟去啊有迟有灯有来的时候，能做点食下食下看下点。今日点了滴滴只大大野菜，水白落户的平挑，会是咩？糯菜糯汤就紫色了。现在个节目天气已经紫色了，紫色只有解节目天气呢，只剩半大天明显，但是半大通则就同你出示自行食啊，来试试看咪先。吃下去就会嫌酸，会嫌爽口，又加骨脆，我家己食点骨粗味的感觉，袂好食。再来试试只炒的枸杞菜。大印象当中，枸杞菜是适合用来煲汤的，但是先到那一种清炒的做法，当然是非常好食。吃入嘴呢，会嫌酸，嘴巴会嫌甘，非常好食。再来试试只。看看这两年野菜做来汤，牛草我从来是不吃的，这吃到这个牛草做来汤呢，入嘴非常清，非常甘。牛血腥做来汤呢，我还是端出招，牛血腥可的感觉是非常奇妙，而且呢入嘴只是甘而已，保证到嘴巴也是够，非常明显的甜，真实是这四道菜我拢决定袂忘，现在春天时就交流，也是咱野菜有些等鲜的时节。如果电视机中的你感兴趣的话，就去试点一下新鲜的出野菜吧。萃取草本精华，古方精心煎制，王太兴花茶蜜语，清爽下火，好伴侣。回到咱个英博士，落个呢是做金枝界做菜加面料。金枝界自个伊个物件啊，应该主流，应该当话是比较闻声大个。现在究竟是什么个呢？咱先掌声，把这位做菜加面，请进咱个快乐大帮来，掌声欢迎。正当研究第几回？班科。班科个。啊，班科科。啊，遐你平时做咩工课啊？平时做过。做过幼师，做过导游。点解介绍介我哋呢应该主要嘅材料呢？有啲明星台，就是即个了。大家靠什么噶？生水啊，呀，正当呢应该材料会更多类生水加米粉。米粉啊。是吧？是米粉。你准备来做什么噶？做鲜水果。做鲜水果，所以呢就有够了钱嘅碗件。这件碗件是吧？这件碗件，正个碗件。应该那是能落出诶金水果的时候用的个，是咪？金水果的话在水界。在水界。嗯。哦，这有大界一个件。这有大界。哦，好啦，遐这时候呢，我就来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了。有人呐，一生水食了呢，头毛会乌，有影无？这时候今日来问个，来问到，食生水食了头毛会乌，有影无？有。有影。有影。你是听打还是打？结果经历过，你经历过？不过头毛应该有点乌。假多嘴噶，肯定拢乌乌。今日通知阿伯两样打无影哩，无影，无影就无只。我不应食生水。哎呦，你望你是为个后生，你就无影喂，不应食就等头毛白白。生水补血哩，生水补血，你是做啥个？能真我定攞牛肾水牛呢来透工透清水做天师，透嘅清工水做天师来食。我哋唔好，我同你唔好，我食啲嘢是唔好嘅。食咗头毛会饿嘅啵？唔
无可能，无这种功效。生水食了会成功。哦，因为那生水对呾。食了会擘会金就真实个样。因为生水乌个食头毛最乌。哦，医生保险系实现个嘢。有能耐爱，有能耐无，也唔知阿曾当，你会知无？生水能耐食了后头毛乌有影无影呢？我觉得有影，因为生水本身就是。当绿色是变，看来变作黑黄黑颜色，所以如果那长时间有食安利话，伊会看来变。啊，好了，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有人答我，有人答不，有人答个变一变一，那行呢？啊，我就是这个。有人答是你冇咩可能吧？你直接动乱就可能头毛黑啊。好了。用业力来讲呢，纯粹确实只了头毛是乌个。当然呢，刚刚呢，因责任个大水呢，因高铁唔当，是山山唔当个好过。但是呢，从业力来讲，伊呢是真个有变促进了头毛变乌个。呀，咁啱啱得那乌个，每人学啲够，好每位就要夹一片来。做生水果就是备好材料，就生水甲米花，然后汤也是我加落只米花加好了。哦，现在比例有无咪个严格要求？比例就更半米花就加半年汤。更半半年。是啊。就一个生水的量呢？生水就一斤。一斤。更半米花配一斤生水。是啊，一斤生水哦，介比哦要弄比较好食。哦，比较有味。是吧？那个这个门都袂大，你该套嘴是吧？是，你就冲淡了这个生水的味受了。是啊。好，呀，做你把生水加只米花来加黑呢？那小水把这个生水也去拍做杂。哦。就然后就加滴你嘴巴只渣渣几只内哦。哦。该拍做杂。一只生水不等下怎么的清水吼？对。伊只米花加只加。龙水好啦。草花有点相似，牛牛你也做你这边所有清洁呢？就按下胎啊，又做就这拢。哦，你流水啦，冲的意思先生。是。你功夫啲可能用个大盐水来浸应该可以吧？用盐水比较好。比较好，浸完之后呢，再用大水冲掉去冲白。是啊。好，听到了，今日就上来加这个生水生水汁。这个里面面去处理掉伊吗？面诶。因为那要生水血也是好热来加噶。加到汁，哦，那就把汤加只米花先捞下了。是啊。多年花卡切了不？感觉的。秋菜哦。所以就当那米花。有各地的话，该吹捞出来搞出来有蛋。哦。就当那种米花是固定两条的，最好是直接把这汁包完米花，都要看看加看看加加到就那。更加切，啱啱好嘅时候就烧掉，嘢就差唔多啦，好不？也好啊，也可以先加嘛。加到米粉之后又食个变过吼，变咗紫色啊。唔应该是酒红色嘛？嗯。其实嘢地位就变只做了，你做人系内地位啊。嗯。内只先出嚟只地位，可能冇变只兴趣，但是加多汁之后，做咗贵嘅地位，可能就变只好做。要加多汁地位，我。胀起来的。多几个混杂的，有咩特别注意的无呢？就按伊顺时这些，又卖逆时。哦。卖矮来个。不给卡生话。哦。伊个来不会生啪啪嘛？哦。又顺时叫做拍冷卖嘛。嗯嗯嗯。好，你早是不是就按来？立落去个。我行来买落去。是哩，我行得，行得呢，又伊家又袂多多难。如果咧有去雪，就连去雪个雪下先啦，是吧？你输钱有吗？落叶。哦，叶等于。叶有。四周拢乌个意思呢？你倒倒倒倒掉，倒倒错。哎呀。朋友家又。伊只会袂吹落切切啊？会拍浆，不过不遐哦，遐遐。不切切啊，对啦。无甲遐刷了包，因为有血加红，我要接伊就不遐，不遐遐遐，不那。今日有落血加红吗？有落，也是落到好多条边啊。哦。其实今日我见伊细细街条个，
做改善个件，是吧？哦。做淡薄子起名，做大个碗件也可以，但是时间要久。就这生意个大水所需的久时间。这大概需要二十分钟就可以。好啦，大概呢是四个字。即系你又可以记嘅签，你一轮咧读咋，即系判断下是唔是识了，是吧？问下同你什么情况？嘿嘿，首先是是爱月爱钱哦。那个生水桂已经切好了，来大家上去接声，感谢今日个嘉宾。老街呢，请到今日个导师了，伊呢是来自这个喜茶。大酒店界行政总督啊，平均大多啊，啊潘老师来，大家掌声欢迎。就是只深水道餐厅，又是让你来有闲个呢？深水道餐厅呢，我们是领导两个做到叫遐去进到遐去山里遐，遐淮山、浙江淮山。就譬如说，本身是白家鲜个，白家鲜白色个，是。即系通过只深水来浸味，整双生味素。是。加几个汤落个，落个熬几个深水汁，你唔知来浸几个去山野。以前呢有人家草木的汁来用，或者可以做乌条深水来，深水来用个意思。是。加个味素。另外问个问题呢，伊除了做深水罐咯，能解落泄气个，你能够连面变一变呢？啊，伊即得到。政治的过天人就那摸佢香味，那香味伊只系热度，伊就本身伊是等下以这个热度来解决伊这个即个家暴，伊起火危啊。哦。等下落到即出来过天当直车上，佮到啊吹到伊熄，伊就要开，伊等下伊香气只伊就变大咗落个。哦。伊烧即就袂更旺。来，大家来试下得啦，有请。啊，有口咯，夹夹黑窿，夹嘅人咩？夹夹夹到夹咗，哦，夹夹出嚟，是夹夹咗，夹冇夹冇夹咗，夹冇夹咗，夹夹落个夹口掉，至少把攞超少嚟夹个切，少把切，你如果有个人去拉个眼线，有用嘅，有用。伊卡你也无影，伊就会碰伤哇，伊弄得伤，不是啊，七不是啊，你就开落就起来，哎，碰起来就影。好啦，今日做一下，咱个嘉宾今日做一下，兄弟就阿姨啊，热青嘅无事嘅夹妹。啊，该强强，伊那鬼改，不像社会户呐，做好了，做好了，这就大家进步了嘛哈。呀，我们南华从罗木来上班啊，咱就嘉宾啊，就是这个杨邦这边有限公司三双个培养熟人员，好呢，第三首先以及后面稳重要，也希望呐，等了。即係幾個月有獎勁招，再把你拿球差界入嚟做埋紅人，好嘛？好，再次感謝。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教育天》，以後新方資源呢是讓即係喜茶大酒樓嘅行政總督啊，平均大都啊潘相勇潘老師，嚟大家掌聲歡迎。咁今日呢，給大家介紹一道菜式，係什麼嘅？今日大家推介一个菜就是啊牛油粿，做烧鸽。牛油粿，就是因为吗？是。哦，这是进口的水果吧？是。是咪叫水果？是啊，水果。哦，这只是这个民生嘢做味的水果呢？伊是伊叫你叫牛油粿，就算伊主要是点啊？伊做出名就是系牛油，人之间味道有啲做熟嘅牛油啊，牛油之间浓香味。你片咯片啲要片熟唔係？呢啲最攰，最攰。而家呢就有牛油嘅地方嘅，即係就是牛油罐，即係是夾什麼？夾什麼？啊，那有知就應我，冇知夾什麼？因為人睇到嘅，所以冇夾什麼。夾什麼呢？對呢個每樣小食嘅就應嘅，是吧？是。啊，但是呢，依是所以只嘢青蛙類嘅，只嘢小動物嘅數量貴，所以嘅只我都未激數。是。所以有人打做單只，你唔知邊樣嘅冇學會嘅，有冇只嘢打學？有只得打學做啦。要去弄起来有水，就尽量做那有几只，有几只，然后呢，咱大人这里也卖即车上只，做也卖长时间连只连只的生意，是吧？伊比较多，更加激素的生意吼。好，呀，咁什么布来着呢？即为咱用在那里泡会，是，咱布是只高件，伊是高高啊，高高，叫辣起蛮嘢，是，你来搞就搞跟头夹子，只个遐个对白的好点嘛，咪介就个对白，你就整牛顶啦。咱漳化有两种方法，做直蒸方法做顶咱，直接那水也漳化，做顶帮水龙头
看咧，还滴水，记住哈。要直顶再将发水顶啦，经过水白凹滴，水白凹了然后呢，按滚水，挨去咸，咸后隔日再来滴水。现在有而且想要从口感啊，从口感方面明示啦。你如果奶水啊，将发奶伊就是顶啦，甲有伊水只有软骨有龙，你只水来发奶伊水顶啦，伊有打伤，有球滴，有球滴。所以大家做那挪整將佢加做那，加能加能直頂選擇。但是愛賣料料工序，愛賣工序，你哋學就係技術就係落去布落去幾隻，做做嘅賣。哦，是。這是依家急什麼嘅處理嘅生意？因為牛油果即本咧是水果鋪，專業嘅水果鋪，即係有普通嘅水果鋪唔一定有牛油果。水果，哦，大條超整嘅不同嘅，啊，牛油果，哦，一路跟住請。老師嚟破開，嗱，同同依家叫緊個烏氣咪成嘢，是咪先破開知道？是，依啲在幫，啊，在幫咗，然後把張膏拎嚟歪出嚟，啊，哦，嚟搬咧，我哋鋪，入鋪是冇隻啊，入鋪冇隻嘅，幫下你，只要拎你做都係咁假假嘅嘛，係，是吧？有點笑是撩靚嘅感覺，你最恐怖嘅。你最用袂嘅，如果嗱，今日最贵就学青只冇咧，今日最贵学青只，暂时依个口味随住我要打所以嘅。好啦，那所以呢，把这个急什么办落只，即刻来吹，快学走落吹啊，医生嘅。是，来吹些加只嘅。依家其实应该大话是，学有成长啊，吼，努力，即系牛油果靠落直弯呢，即系牛油果嘅价格咪先咧。一龙根部啊，龙的部啊，龙根部啊，只那里是差个二十外三五。哦，主要是哪个街个？一东区。东区啊，直大哇。啊，直大，以前山上头有几直大个阿直大。哦。那广东福建这个又引进过来。哦。当时这个。真牛，真牛呢？真牛，有本事烧。有本事烧。啊。跟那是个挂卡呢？只系挂卡个装片。生意。啊！你嚟坐之後，急什麼是吧？只個嚟做有水，嚟做嘅咧相對啦，伊係口感就有好，有等啦，愛直接先感覺。哦。你按同事啊，只等啦，要唔是公公，即係過最好就買過十幾克加，因為你去加按過十幾克加呢，伊就卡米等啦，食熟嘅就會先啊，伊就提確。因為你嗱，伊是牛肉型做味啦，牛肉是如龍烹吼，伊是龍烹味。如果按過十幾克加呢，伊其流嘅口感及味道就係較為濃。你如果隔啲炒咩，我隔要炒啲呢，就炒輕輕嘅煮只嘅，按同事就係煮只嘅。即係根據咁樣嘅口感咯，換下咯，即係補啲換力，換下可能先咪啊靠住只攞力夾埋物件，有啲姿勢先生。一定要有車，伊做個口感啲啦，卡適宜做定啦，有提高些數。啊，急什麼？那我是總經幫你攞出嘅。其實等你泡開河酒，適啊未適，只是即係仲有重要嘢。主要加只做好。啊，伊一做適唔適咁多先吧。能算一个饼汤水，因为那要清蒸就选择用饼汤，因为本身就牛肉贵也是，不但去点，要及什么哩，完全是麻痹啊，是，哦，所以可能要点唔点行呀，唔多会难推荐过。接着呢，这个饼汤会开走，那就把这个牛肉贵倒落来，炒下汁子啊，炒汁，这一色就好，滚一空间就色个。所有水果落菜拢是豆里边那面噶，补口的固，补口的甜，是啊，伊暗暗色咗哈，伊看这是看咩？啊，今天把切好的夹什么，就倒落来烘下。牛油果的介只壳呢，来做起面。其实多只豆干子咧，也能够熬到一撮豆粒，你睇，即系是坐落起面走冲嘅，用到只，我先我本意磨嘅，形象本意磨，即系玻璃我嚟坐，
但是总体来讲呢，同大家讲，差错可能过大，所以每啊吼，那吼，我哋包装，包装呢非常重要，是吧？那物质方面，物情多先，是吧？现在今天呢，今天的嘉宾那个观众呢，大家注意了，可能今麦考呢，阿妈只能包佢，等阵你食了呀，心碎之后头毛乌，一系就因即系急什么？只要你面皮会变，一口咧，阿妈就能包壳，只个是点样好笑的话。好了，阿叔都先来讲，阿妈就能包壳，对不对？落街来切它啦，有请大家。菜粿皮咧，啊，菜粿皮点点，我跟你讲咗，今次水果咧烤好食喎，应该包唔包只啊？唔包只喎，就呢个特别嘅，冇国号喂。嗯，包只啊，烤皮包只嚟。烤味乜嘢啲啊？烤味嗰啲啊？以前整啲鸡味素是本唔本钱冇食，鸡烤更素是本。你话熟胖啊？伊受个胖味咧，伊受个胖味，不过卤大家嘢夹饼汤落个骨窿，骨顶啊。其实只咁嘅，只个只咁嘅正嚟挑弄嚟，化作那些几些米糕汤啊，料嚟买饼汤料嚟，所以有全国人啊本钱冇啊。米糕汤也会冇，是啊。其实有夹什么好搞，好就煮过来配下。生芽啊，都煮咁多。料煮落有鸡，落有鸡，还有杂啊，落好过这个米糕汤。煮过，煮定啦，鸡也冇落去煮卡骨，落煮卡骨啊，伊就定下。煮过公心，公心伊是该煮过只。变个包个，所以呢，其实我个罗定主角个卡，因为只是最近嘢，大家比较支持下。好啦，出单无外面，同我有估个无？好不？我估个仔仔咧。今日真心感谢，谢大家每年个评论收啊，最谢评论，最谢。好啦，今次来到兄弟个观众聚会，我呐非常好啊，头毛乌了，面皮变了，问哦，我红超市爱什么大家了？就是要兴泰兴公司生产嘅，佢一啲边个什么饮料，每人就红在超市呢，什么大家嘅。团结生活真善，分享生活智慧，感谢你收看本期嘅节目，那祝我咩嘅接回听，再会了，拜拜。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频道。